On the weekend, we heard news from Turkey and Syria that Chinese rescue teams were working on the clock in areas hit by earthquakes and saving lives with other Turkish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re were also Chinese rescuers in affected areas in Syria. I want to learn what's the latest about rescue and aid efforts for the earthquake. 自土耳其和叙利亚遭受强震以来，中方一直为两国抗震救灾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据了解，首批中国政府援助土耳其救灾物资已于2月11日和12日分批运抵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地震灾区急需的毛毯、棉帐篷等。中国政府派出的中国救援队以及社会应急力量已经救出了20余名幸存者。中方援助的心电图机、超声诊断仪、医用转运车、手动病床等物资将于本周内全部发运。中国政府援助叙利亚人道主义物资正加紧实施，包括3万个急救包、2万条毛毯、1万件棉服、300顶棉帐篷及呼吸机、麻醉剂、制氧机等物资将尽快起运，同时加快落实正在实施的粮食援助项目，其中220吨小麦正在运抵叙利亚途中，余下3000余吨大米和小麦将于本月分批发运。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援助的首批医疗物资已经运抵大马士革，第二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将于13日从北京起运，该批物资包括棉帐篷、赈济家庭包、保暖冲锋衣等生活物资，以及灾区急需的药品等医疗物资，可以使受灾民众10000余人受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支持帮助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美国政府呢，在近日宣布暂时放宽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但也提到仅限于叙利亚地震救灾赈灾所需求的相关的交易，并给出了180天的时限。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美国政府应当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而不是进行所谓暂时放宽的政治表演。美国持续多年对叙利亚实施军事干预和非法单边制裁，严重加剧叙利亚经济民生危机，极大削弱了叙利亚政府应对灾害的能力。地震发生后，美国单边制裁直接阻碍了叙利亚72小时黄金救援，令当地的灾情雪上加霜。正如叙利亚人士所言，美国眼中只有政治，没有人道主义。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放下地缘政治算计，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非法单边制裁，停止人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的国防部发言人已经阐明了中方的立场，中方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